习近平说跟福建有缘分，我觉得我也有。2001年11月，他给我那个福建，荣誉公民。那天晚上，他说中国人了解世界，但是世界不了解中国。他说我们要更好的讲中国故事。他是所有人的朋友，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他很关心的。我在厦门听到他，当时我是88年9月到这边，他是好像是7月离开这边到宁德。那时候宁德是全国一个那个最穷的县，18个之一的。他在厦门做得好，所以他希望可以帮助宁德。15年前，我带了10几个外国人到宁德，开车8个小时到那边，然后我们爬山7、8个小时。习近平在那边2年。是非常认真的，他那个生活条件很差，但是他说环境好，环境美。刚到宁德，他到每一个小地方，是自己调查情况怎么样。在宁德的时候，他写了一些东西，就是非常聪明，也非常勇敢。没想到那时候他做的方式，以后全国会做的。20年前他已经有那个精准脱贫了，就是想在脑子里面已经有了。是他鼓励我写书。2001年11月，他给我那个福建，荣誉公民。所以也那天晚上，他说中国人了解世界，但是世界不了解中国。他说你写《美丽厦门》，你第二故乡，你应该写《美丽泉州》，你第三故乡。后来我研究一下泉州的历史，他是看中泉州，因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所以也可能20年前他已经有这个“一带一路”的想法。这个几年写了很多书文章了，那个书寄给他，但是没想到他会收到了，更没想到他会回信也寄给我2本他的书，没想到。因为习近平2013年在18洞湖南说2020年可以精准脱贫了，我很高兴听到那个，但是还是有点担心。虽然我对习近平来说也很有信心，我看过他在福建怎么做的，但是还是这么大国家，这么多人，怎么可能？2019年我第二次环游中国，开车20000公里到很多地方，我以为我太厉害，我到这么多地方，但是每次到一个地方，他们已经有习近平的照片，他已经跑过了，调查情况了。这里宁夏的一个农民就要刷我的微信，我说你有微信？他说当然有微信。我们这边天天上网买东西，但是我发现在西藏一样的，哪里有这样的国家，不简单。98年我开始疲劳，再过1年越来越糟糕，所以去香港，他说癌症。外国朋友到那边说，如果出院你要不要回家，他的意思是回美国。我记得回美国，我要回家，要回厦门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希望。后来习近平不知道他怎么听到了，但是习近平知道我在香港住院，他派2个人去看我，也送花，也说希望我快恢复回家。哇，我就哭了，因为我真的要回厦门，要回福建，不要回美国。就是我深感动了，因为我是一个老师，我不是有钱人，不是投资，不是做什么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普通的老师。如果再看到他，我要感谢他，没有他那样的鼓励，我在出院的时候，我也可能我就没有出院，我真的其实就忘了我自己。所以他那样关心我，我就是普通的一个人，他很关心我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厉害的一个领导。我在宁夏、云南和贵州3个农民，为什么你生活改进这么快了？3个说的差不多一样，因为政府了解我们，很关心我们，习近平知道我们需要什么。